现在还连手机 APP 吗？那我再连，它开机还没。它是给你开一个模拟速度的时候，方便你测试。这个是专车里的是吧？专车专用的，实际上用的是这个。这个是专车专用的是吧？啊，实际上这左右个开在这放一这个，这个是宝马的，发的是在通用的。让我试一下那个，其他怎么样？然后我久闭也行，好，这闭的是久点会七有，秒，长这个时闭，间大概是几秒？一秒。一秒多点的是那个普通闭，然后你闭眼超过2.0几秒了，它就会识别成长闭了，就是自动都闭是了。超过2秒，啊，两秒多一点，两秒左右，2秒左右是吧？对对，然后打哈欠。好的，前面那个行，停了，行，OK，走吧。